国教1573，国教会会员载誉出征 WCGC 全球总决赛。2018年6月20日，第25届世界企业高尔夫挑战赛 WCGC 全球总决赛将盛大开幕。来自英国的劳斯莱斯、法国的法国电信集团、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土耳其的安卡拉电信、瑞士的瑞银集团等全球40多个国家的知名企业，将代表各自企业球队共聚葡萄牙卡斯卡伊斯，在高尔夫赛场上强强对话，争夺世界冠军荣誉。国教1573将首次代表中国参加这项全球顶级高尔夫赛事，这既是浓香国酒跨界高尔夫的全球之旅，也是中国企业向世界展示其耀人风采、彰显中国企业实力的绝佳赛场。 WCGC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企业高尔夫交流平台，注定将为国教1573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徽香世界，国教1573亮相企业高尔夫世界杯。将时间拨回2017年6月，浓香国酒国教1573首次牵手 WCGC 全球总决赛为中国队礼献官方礼品，开启了与 WCGC 的初次相遇。如果说这次相遇只是国教1573跨界高尔夫赛事的峥嵘出路，那么2017年下半年国教1573全力以赴，以空前的决心和投入推动浓香国酒成为高尔夫圈层第一推荐白酒，可谓势势在必得。国教1573中国品味限量版作为中国队官方礼品赠予 WCGC 全球主席等贵宾。毫无疑问，国教1573首次与世界企业高尔夫挑战赛 WCGC 的牵手大获成功。一个是中国高端白酒行业的领导者，一个是国际顶尖的企业休闲运动的倡导者。双方的合作开启了中国高端白酒与全球知名高尔夫品牌合作的行业先河。国教1573以高尔夫这一门全球共通的语言，打造出深度场景、领袖圈层、高端价值三位一体的品牌活动，为企业讲述中国故事做出了全新探索，也是中国白酒品牌全球传播力的又一例证。为国争光，十一城联动挥杆，国教1573树立行业新标杆。国教1573与 WCGC 联姻最重磅的活动，就是从2017年开始举办的国教1573杯。国教会会员全国高尔夫挑战赛暨世界企业高尔夫 WCGC 预选赛，辅以亮相便以浓香国酒的中国风度、国际顶级赛事资格认证的高度、密集而精彩的分站赛程，成为中国最具魅力的高球盛事之一，受到全国球友的广泛关注，引起了业界的极大反响。短短一个月时间，赛事在北京、石家庄、青岛、西安、郑州、杭州、长沙、重庆、上海、成都、深圳等11城同期打响，
从近千名城市分站赛中脱颖而出的晋级球员，在中国总决赛尽数集结，于海南三亚的圆月暖阳之下隽永挥杆，共襄浓香国酒高球盛世。经过两轮比赛的激烈比拼，最终总杆官亚军的选手以国教1573队之名代表中国参加 WCGC 全球总决赛。2018年6月20日，国教1573队即将出征 WCGC 全球总决赛，这是中国浓香国酒首次以运动员的身份向世界展示中国企业。让我们为中国荣耀干杯，祝愿国教1573队为国争光，勇夺全球桂冠，让世界品味中国。